警方在111年9月2日8时许接获报案，在本市中和区民安街63号前，一部自小客车翻覆，擦撞其他车辆。案经初步了解，该车驾驶人自述，欲载小朋友至学校上课，因途中癫痫发作，造成车辆失控，撞击路旁矮墙，因而翻覆，并擦撞路旁自小客车及普重机车，因而导致车上驾驶人及乘客轻微擦伤，并无大碍。路旁因小客车及普重机车属分别为右侧车门及右前车头损坏，本案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。